对面中单是Rookie是吧？没事，我相信我们的螃蟹。对面没有王者，我们有王者。哎，但他没有段位呀，他为什么隐藏分这么高啊？他没段位都能排到我。我操！我西北，漂亮。机器人玩的还可以啊，好高。 我刚会走路，就开始接受杀人训练了，人终有一死，我只是催一催。这把可能要稍微认真一点，对面是 Rookie 的型的啦。魔法是不错，但刀子更好用。两级了。 哎，我爱我的手艺，我的敌人爱不起来。Nice，哎，AD 没枪，为什么死的是辅助啊？ 就知道，妈呀，这个人要不降过来！我嘘，妈呀，我这怎么办呢？没状态，我要回家。哎，不想回家，算了，我不想回。让他们看着我，他们无法阻止我。你得帮我吃一个线，大哥，他要 F 6重F6那边过来， 100%。 百分之百，我就知道妈呀，这个百分之百在这里，啥都不用闪。哎，老办法是行不通的。又死了吗？回见。哎，不是，这样子杀我妈呀！我爸爸真多，好吧？这打野稀巴烂嘛，这样子玩，我爸爸真多，帮我推线。 小心小心！哎，哥哥，你不能吃我的经验，我要单吃。没事。啊！上了没闪，打野没闪，打野好像没招闪，打野刚。 给我一把好刀，再给我一个目标就行了。坏了！哇，这怪在这儿。慢点！让他们看着我。 哥哥，那个人头，哦，机器人，中单没闪，当然，他们可以想想，我永远不想输。 哦嘘，哦嘘，nice，我好大，中单没闪，拿不到两个头就是亏的，这波，因为我这个下塔是600块钱，我不管了，我先去吧。 两个头个鸡巴呀，一个头都没有，还不如推下他呢。啊！
我的下塔。哦，我操！nice。哇，完了！妈呀，我打了一个开大的牛，我操！不能吃，不能吃，不能吃，不能吃！他为什么跑得这么快？就是用那个 OBS 播的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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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现在没到。大龙吧，兄弟们，别搞一些奇怪的东西。哎！哎！别！让他们看着我。大龙，他们无法阻止我。谢谢 C 送了300个飞机，谢谢，感谢感谢。哎，但我们这个位置，妈呀，没状态呢，老鼠。如果他们够聪明。哦，西班，你觉得自己还有救？哦，西班，我也有一个，阿西班，天神给他！啊，咖喱，可惜，卖吧，不是没想。哦 ，shit！ 我再来，我再来，我再来，中弹没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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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我们封小龙可以吗？拦不住。哎，我操！哎，好鸡巴卡，妈呀，我烦死了。我来，不要，我来，给我一把好刀，我就是目标就行。再点我试试看。再点我试试看。我看我队友很喜欢点我的样子，你再点我试试看，再点我试试看，啊！对不起，我刚在中路带线呢。啊，没有，啊、他说要封号吗？不是，我打算对不起道歉的。哦 ，OK，不是，根本带线。这游戏妈呀，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们一样打的话，妈呀，这个都不用运营了，这妈呀，看的人就干就完事了，不能这样。英雄联盟这个游戏还是要带线运营哦。这个不是我是不是选手的问题，我就不喜欢喷人。从今往后，谁都别跟我指手画脚。等一下啊。